我们的中小学学生，你应该也是一个搞国防的。今天听您讲的非常感触，就是想问您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关于中国周边环境安全，就是前段时间朝鲜阅兵了，然后中国也对朝鲜进行了制裁，然后也对韩国进行了制裁。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是吧，把朝鲜跟韩国都往自己对方一边推，然后是不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话有点不太理解？想请梁老师做一个解答。第二个就是关于软实力建设，就是我们最近就是我也发现，就是在我们青年当中，国防教育还有尚武精神确实有缺失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想问军方的话，在这方面能起到什么作用？或者有什么一些措施啊，来帮助我们青年提高那个尚武精神？谢谢。它只有永恒的利益，没有永恒的所谓的利益啊。因为现在我们和朝鲜、韩国这个关系呢，不是从就他们是整个情况，而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国家利益。那么现在韩国部署萨德半导体，明显是危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。所以我们对韩国，我们也采取一些制裁措施。因为朝鲜现在也是拥核，你拥核，我刚才讲了。它就危害了我们的国家，这第一个造成周边的紧张局势，造成这个核军备竞赛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它的核设施等等对我们进行大面积的核辐射啊，这样呢我们也危害了我们国家，所以我们坚决反对，完全是从我们国家利益来出发，而不是说这个出于对哪个好对哪个坏。但是我们对朝鲜的制裁呢，和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也不太一样。美国在朝鲜的制裁呢，它实际上想颠覆朝鲜，而我们现在与朝鲜它的政权呢，到底是在去核，还是应该朝鲜人自己来决定？所以我们现在对朝鲜的制裁就让它去核，以改弦更张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跟美国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啊。那么现在这次注意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，就是这次习主席到美国去以后呢，美国的他的国务卿，他那些安全助理在朝鲜面前有三个表态，一个表态。就是如果朝鲜停止了核和导弹的试验，那么它将和朝鲜进行对话。这第二声明，这是朝鲜梦寐以求的，他就想跟美国对话，甚至跟美国建交。但是美国就说没有第三方参加，我绝对不跟你单独对话。但这次美国提出来，只要你去，还不说让你把核武器全部去掉，只要你是停止导弹和核试验，我就跟你对话。这是他美国做的一个表达。第二个让美国最近也提出了要用和平手段解决朝鲜的问题，这里也从来没提过。第三个让他提出了，就说是我们不是针对朝鲜政权，不是刻意推翻朝鲜政权，这也从来没有表态。我认为这是习近平要美国做工作的一个结果，但是这个结果我觉得是个前提，就是刚才我讲的中美关系现在进入了讨价还价的阶段，那么肯定我们也是有一些承诺，比如现在我们的美国现在你要不动武，再过一次和平努力、和平外交的斡旋努力，可能我们要做一些外交斡旋，这个大家可以再继续关注啊。这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个现在我们的国防教育弱化的问题。我注意到现在一个问题，就日本它在修改教科书。我们也在修改教科书，日本修改教科书加强是哪一部分？加强他们所谓军国主义武士道这一套。我们也在修改教科书，就把我们爱国主义这些，像我们的南沙三省壮士啊，甚至鲁迅一些文章，我们全部删掉了。这形成了一个里外一个巨大的反差，所以我们在起跑线上，我们很可能要输掉啊。我们在起跑线上，我们很输掉。你现在日本现在开始在中学开始叫刺杀术。要进行刺杀术训练，那么就是以前的江田岛精神。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这个中小学生现在连个鞍马，像你们可能以前上中小学生，还有这双杠啊、单杠啊、鞍马这些都没有啊，也就怕孩子呢出点什么事故。这样我们就在跟其他国家，我不说是日本或者什么，起码我们在起跑线上我们就输掉对方。以后我们未来在青年、在少年儿童啊。这个少年强则国家强，少年弱则国家弱，你现在引起非常大的问题。所以我最近在一个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啊，我就说是这个
日本在进行刺杀术教练的这个训练，我这个要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体育课中要加上擒拿术，要加上格斗训练，要进行防身训练。因为在平时我可以防身，你看现在恐怖袭击事件这么多，我们孩子一到那就做鸟兽散，没有人能进行自我防卫，所以现在要进行防身术训练，要进行擒拿术训练，要格斗训练。这个在平时我们可以自我防身，到战时我们可以克敌制胜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定要加强我们的一个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，就刚才我讲的，我们必须要有阳刚之气啊。你像现在都是崇拜什么小鲜肉，你这小鲜肉你打起仗来他能干什么呀？你这个材料有我们的阳刚之气。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在这么一个理论引导，再一个加强我们的实际上训练啊，你要把这些一些国防课要融入社会，融入大学，融入我们的中小学啊。谢谢啊，罗老师，就是跟您说一下，我们国家呢现在就是这个军费占 GDP 不到12%，他们的退休的绝对不少啊，因为西方国家大部分国家都超过了。国家是在这一方面，大家都在一起。这个我们领导曾经说了一句话，比如说再大的数字乘以13亿都变成小数字，再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变成一个大问题。所以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个，你说把军队我们占的更多，那当然我们作为军人我们很高兴，但是那么多我们还有很多国计民生的问题怎么解决？所以要一个合理化的分配。但现在呢，应该说我们军费还在逐年增长，前几年都是两倍速度增长，但是这两年开始下降，啊，这是和我们的经济这个新常态是有关的。你经济现在都遇到这样的一个坎儿，我们军费上也有一些这个下降。我觉得这是从全国家力来考虑的，总之就是我们国防还是要依靠民众的支持啊，就是毛泽东的话，军民团结一力量。你都知道石油是一种战略资源，然后我想知道，就是作为一个石油大学的学生，然后我们的石油开发，然后又或者是海洋的那个占领权，对我们的国防有什么具体的？从一个石油的纯进口国啊，从一个石油，这个原来我们叫已经解决了这个贫油的问题，那么现在我们又带上了贫油的帽子，从1993年开始，我们变成一个石油纯进口。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从马六甲海峡啊，从南海进口的石油占我们进口的石油70%左右，所以这个石油呢，这个问题是对我们的一个国民经济的一个软肋，就是别人要掐我们脖子，那我们的石油可能对我们造成非常大的风险。所以现在我们军队就是用国家的利益延伸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军队要保护到什么。我们的军队保护的地方呢，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石油、我们的能源这种战略通道啊，不仅陆上的石油通道，海上的战略通道，我们军队都要放这方面延伸。这跟我们以前的完全保家卫国也不太一样，我们还有战略通道安全的问题。所以在这方面呢，我觉得石油啊是我们的重大这个国家的战略支撑产业。啊，你们作为石油人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对你们担任责任感到自豪，感到光荣。这是我第二次听你的讲座，非常的荣幸。然后就是刚才您在讲座中也提到了我们的舆论存在，然后针对网上这些攻击我们左翼形态的这些言论，举个例子吧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之前您提到那个昆明的砍杀事件，同样是恐怖袭击，国外的西方媒体就对于我们说是民族冲突，我们民族压迫。但是在英国，比如说前段时间发生的英国的恐怖袭击，就是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是以恐怖袭击定性的，他们这样明显的双重标准，您是怎么看的？然后我们国家具体有没有什么措施去反制他们这种双重标准？他们认为他们的民主，实际上是他骂我们的独裁，他们的民主。而现在你看他们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啊？你像这个特朗普，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民主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啊，这样的人啊，他也能是这个选票选上来。你说他是不是民主呢？他也说是他们民主，但是民主是有他的这个缺陷的。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正在
逐渐改变了一些状况啊，我们有我们的不足的地方，但我们正在改进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非常提出叫道义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那我们现在是应该有这种自信啊。你看现在我们的领导人，我觉得现在有些人要完全是依赖于西方的一票，这个一票特权。你选择也选择特朗普这样，人家这个台湾也选择了像习近平这样，所以这个他也有他民主的弊端，而我们也有我们的优越。我们优越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它是选举制度，我们是选举加选拔制度。你像我们的领导人也是从像基层选起啊，然后一级一级干起来。你和特朗普相比，特朗普根本什么都没干过。我们现在呢，你像政局常委，我做了一个这个基本的估算，全都在这个两个大省担任过主官，两个大省的执政经验，两个大省的人口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执政经验方面，我们应该是比他强一点。就是我们制度有我们制度好的地方，他们呢有些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啊，但是呢你要不要指望他真是要以中国就是怎么这个和平崛起，他们还是有些像西方国家有些还想遏制中国的崛起，这方面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警惕。谢谢。